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铅桶中它有五十支铅呐，有编号，从一编到五十号，那从里面任取一支，试问哈，它是四的倍数，同时也是六的倍数，它的几率多少？那是四的倍数，同时也是六的倍数的话，那么它一定就是十二的倍数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从桶子里面呢抽出一支铅，它是十二的倍数，几率多少？那我们晓得说，你从桶子里面随便抽的话，有五十种情况，里面十二的倍数有几种情况呢？有四种啊，就是五十除以十二嘛，那取整数，这刚好是四。那四种呢，就是十二乘以一，十二乘以二，十二乘以三，跟十二乘以四，这是四十八，啊，这是三十六，这个是二十四，这是十二。也就是说，你抽出来的铅哈，是十二的倍数有四种，分别是十二、二十四、三十六、四十八，总共有四种情况。所以哈，这是五十分之四，给它约分，二得四，二得四，二得四，所以它几率是二十五分之二。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应该要选 C。